奔跑吧拍摄现场。据在场粉丝爆料，鹿晗实力酷热巴，你们当心点，不要推到他。好甜哦，少女心都要爆炸了，你们呢？看傻桃子和热巴多亲热啊，你打我一下，我调戏你一下，哎呀，好浪漫呢，两个人一起贼开心。通过目前的分析，现在有两种猜想，一，这只是节目组炒 CP， 都是节目效果。二，他们互相喜欢着对方，可能已经在一起了，但没多久，不能太早公布。你觉得是哪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呢？